负责印制的。你的任务就是去杀死他，阻止他们继续生产美特。非常好。请。花带我，配我为你跳。你该休息了，咪咪，我们走了。发现了，下次换个新鲜点的。露露姐，我准备去逛街，一起呗。又买你那些贵的离谱的衣服啊？我可没钱。哟，这么大颗红宝石，你要说没钱，谁信呢？别闹。增兵东北，中日战事随时都可能爆发。你报告的金钱豹计划，组织上非常重视，国民党无暇顾及，我们只能联合这些民间爱国组织粉碎日本人的计划。上级指示，全力配合 CPA 的工作。是。任务是在客运码头绑架日本人的伪钞专家，记住啊，专家手里有法币模板。目前我们只知道客轮的班次，到时候要注意。专家是位跛子，那我们必须留意所有腿脚不便。李副经理说的对，一定要不惜代价找出这个人。线索实在是少了一点，看来我们只能到时候随机应变了。没错，由于这次行动机密，码头情况复杂，又在英租界，为了避免计划泄露引起日本人的注意，就全权由李副经理负责这次行动。就他？西西，知道了，我会听他安排的，满意了吧？好了，任务我知道了，我逛街去了。经理，我们完全无视了。兄弟，对我也一样，我慢慢就是了。爸爸，怪亲下令去码头劫持专家，我们怎么应对？西西，你什么也不用做，专家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我有10个跛子，他们怎么抓得过来？
你是帝国之花，我要让你隐藏得好好的。为什么一定要走这条航线？其他线路太慢了，大东亚圣战一触即发，我们必须在圣战开始之前全面摧毁华东的金融业。坐飞机太招人耳目，金钱豹计划非常机密，我不想留下任何把柄，让国民政府拿到国联去当攻击大日本帝国的证据啊。万一运送模板的特使被抓住了，我要不要采取行动？我不想让你暴露身份，万一有事他会派上用场的。放心吧，爸爸，我可是很厉害的。来接专家的，对，所以下面才是我们动手的时候。不久了，这个幌子也是假的。真的在哪儿？是的，这个人在努力掩饰他的走路问题。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就是他。你去查一查。携带违禁药品，跟我去巡捕房走一趟。还装，跟我走。我们去帮他，你去帮他，我去追趁乱跑的那个。刚才那个幌子是假的，没找到模板前，一个都不能放过。走。没事了。怎么不跑了？你要干什么？挺能耐啊，还敢拔刀？你敢拿包裹砸我？你这个臭小子，叫我枪下留人，我偏不。你闹过了没有？现在不是胡闹的时候，这是命令，西西。还敢凶我，行不行？哎，西西西西西西，算我求你了，算我求你了，行吗？西西姑奶奶，哼，啊？看在你态度这么诚恳的份儿上，这个人就更不能。哎，西西，西西。你太可爱了。
哎，西西，日本专家什么情况？您放心，已经在审讯室了。哦。经理，麻烦你赶快疏散周围办公室人员，我好像启动了这个盒子的自毁装置。西西，还有多久爆炸？还有两分钟。两分钟。西西，干脆端出去丢了吧。你忘了，这感应起爆器一挪就会爆炸的。那我去找拆弹专家。来不及了，只有90秒了。经理，你去疏散，我留下拆弹。还是你去疏散，我来拆弹。哎呀，你别再烦我心了，快去。有炸弹！西西呢？西西在上面排爆呢。哎，露露，露露，你不能上去！快行动！露露，露露，露露，小心，小心！嗯，搞定了。假的，除了跑掉的那一个，在我们抓回来的九个跛子中，只有全养一个人是日本人，而且是真跛子，还带着模板。另外八个身上什么都没有。除非跑掉的那个假瘸子就是专家，他身上带着真模板。哎呀，不管是哪一种结局，这一局我们彻底完败了。这次是我的问题，没有抓到那个假瘸子。哎，各位，现在这么说还为时过早啊。李副经理，你的意思是我们还有翻盘的机会？幸好我李克明在码头的时候多长了一个心眼儿。当露露小姐去追那个假 boss 的同时，我立马安排了人去守住租界的关口。到目前为止，那个假 boss 还没有回到租界。只要能找到他，那么我们就还有翻盘的机会。可是我们连跑掉的那个是什么人，会藏身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怎么反败为胜啊？这还不好办吗？我们在审讯室里不还有一个出气的吗？有什么吩咐？我觉得有问题。还有什么问题？日本人怎么知道我们要伏击码头？要不然他们声东击西的计策没意义啊。这没什么，经理，金钱豹计划那么秘密，日本人未雨绸缪是很可以理解的。难道经理您查到什么蛛丝马迹了？等我先抓到另外那个假专家再说，希望我是杞人忧天呐。这次干得不错，多亏了你随机应变。可是我没料到那个新来的小丑居然会催眠术，幸亏他只是想找宫崎的线索，不然全养被催眠的时候说出他带的是真模板，那就危险了。只有我一个人在排爆的时候单独接触过模板，为了灭口我杀了全养。我的宝贝女儿是怎么逃过催眠审讯的？从知道李克明会催眠术，我就开始准备了。每次见他，提前吃了抗催眠药。然后呢？之后当然就是将计就计呗。我女儿，你要记住，只要拥有一颗坚定的心，无论什么吐真剂，还是什么心理暗示、催眠术，都无法撬开你的嘴。西西，你是我的孩子，是大日本帝国的骄傲，你肩负着血海深仇，所以你一定要有一颗决意
如铁一般的心。知道了。日本人拿到了模板，今天晚上日本军部将举行一个秘密的庆功宴。露露，我要让你去杀一个人，给他们一点小小的警告，别高兴得太早。是什么人？特高课内部具体负责金钱豹计划的执行人宫田。好，这个警告直截了当。这个任务不是应该交给西西去吗？他现在还不合适。你还不信任西西？他不是已经通过测试了吗？露露，西西刚经过忠诚测试，我怕他情绪不稳，万一有什么差池干得不漂亮，我们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还是你去我才放心。去吧，晚上行动听从李副经理的指挥，记住具体计划仅限我们三个人知道。这就是宫田少佐，日本宪兵队特高课经济科科长。根据情报显示，他就是负责配合金钱豹计划实施的重要人物。被我们迷惑了，他们杀的这些所谓的专家没有一个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人。我们真正顶级的印钞专家叫阿布松，如今还在本土没有出发呢。昨天晚上宫田少佐被枪杀，据说敌人第一枪并没有打中，对于一个职业的狙击手来说，这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你回去以后留意查一查，最好是 CPA 内部出了什么问题，这样我们的时间就可以多了。露露怕火，对，一线的 CPA 成员绝对不能有这样的弱点，好在我可以帮助他克服，但是在此期间露露不能再执行任何任务了。不过西西已经通过忠诚测试了，露露的任务可以交给他去做。是这样吗？反正我的测试过程你都看到了，你要继续测试呢，我也没有任何意见。那我就冒险再试一次，西西要是成功杀死了阿武松，那才算通过我的测试，否则。日本金钱豹计划的专家三天以后到上海。情报可靠吗？不会又和上次的跛子一样是日本人的烟雾弹吧？日本专家的身份已经确定了，是日本本土有名的制版专家阿布松。西西啊，你这次的任务就是直接刺杀阿布松，粉碎日本人的金钱豹计划。可是经过上次码头劫人，日本方面一定会加强戒备，刺杀难度可大增哦。没关系，西西，我相信你的能力。谢谢经理的信任，不过我需要人配合。没问题，我会派出公司最优秀的员工配合你的。不是露露姐吗？不是露露姐，露露姐这回有她的考验要去做。什么考验呢？ Fire。 火？我没想到露露对火这么敏感，医生说这是一种心理障碍，如果露露这次不能通过这个心理障碍的话，很遗憾他的 CPA 资格就要被取消，最多只能在公司做个普通员工了。爸爸， CPA 已经知道了阿布松的行程，我的任务就是刺杀阿布松。只要我的女儿打偏一点就不会有事。爸爸，桂海清已经在怀疑你的帝国之花了。帝国需要西西保住阿布松。
生蛋白露餐馆，你果断利用工部局警务处搅局。工部局吗？我刚刚看见了被通缉的亡命大盗，真的，大盗胸前戴着白花。你做的真是相当的出色，这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疑惑，真是很聪明啊！嗨。爸爸，今天的任务很突然，我临时没有办法，才想起了打电话，差点就暴露了。哎，等拿到了油墨，伪钞正式开始投印，我们的金钱豹计划就大功告成。这是你最后一次任务，再替爸爸干一次。这个人叫丹佛，美食油墨在华的高管。 他就是捷克背后的卖货人。可是光知道这些有什么用？如果没有最有效、直接的证据的话，根本无法指证，甚至不能对美食油墨公司提出警告。弄不好，我们还会陷入舆论和国际纠纷。我倒有个想法。你说，这个丹佛虽然机警，却不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可以利用他的贪婪。 搅黄他跟日本人的交易，我们的目的是阻止日本人拿到新版油墨，同时也可以拿到丹佛的犯罪证据。露露就是非常好的计划。嗯，露露小姐的这个计划很完美，但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考虑另外一件事情。你也怀疑有内鬼？嗯。你们有什么发现吗？我怀疑我们内部有日本人的鼹鼠。 这次工部局的探子来得太巧，而且胸前戴白花，这个线索明摆着是针对我们。不仅是这一次，自从日本人启动金钱豹计划以来，模板、印章、专家、北方家人，每次任务我们都很被动。日本人对我们的行动计划了如指掌，有没有具体的怀疑对象？暂时没有。 美食幽默公司这一块，就全权交给露露负责，我会大力支持你。李副经理，你全权配合，同时注意甄别鼹鼠。是。露露小姐，你其实已经有了怀疑对象了。你应该也有怀疑目标了，为什么不在经理面前说出来？我觉得还是你说出来比较合适。你也怀疑西西。 其实不仅是这次情况，自金钱豹计划开始以来，所有他参与过的任务，总会出现一些意外情况。我知道你们的关系，我很想知道，露露小姐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这只是我们的猜测，现在还没有十足的把握。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不宜声张。目前最主要的是阻止油墨流入日本人手中。那西西小姐呢？ 对他进行布控，一旦确定他真是鼹鼠，我希望你能给我和他了断的机会。OK， 香烟啊！你在这是吗？你不用害怕。 我不是来要你命的。那，你是为了幽默。聪明。我只是一个小职员，你找错人了。是吗？那你就给丹佛先生带句话：枫丹白露，我对他说的价格永远都有效。可是你的批货已经有人预定了，只要货没出手，随时可以解约，而且。
谁会跟钱过不去？我还是那句话，对方出多少价格，我都出双倍。你跟丹佛先生都是商人，怎么取舍，应该很清楚吧？嗯。杰克，为什么会出现两个买家？你不是说你联系的买家势力很大，能够保证我们的安全？要不是我反应快，趁机让警察带走，昨天我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走出餐馆。那只是一个意外。意外？最近的意外也太多了，我可不想钱还没拿到手就被他们干掉。你不用担心，所有买卖总会有些风险的。这可不行，我们可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既然有两个买家，我们就提高价格，价高者得。这个丹佛真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家伙，居然想一货卖两家，又同时与 CPA 交易。爸爸，照我说，你应该直接抓了丹佛与 Jack， 让他们带回油墨，那多容易啊！这么多年，你还是个急躁的性子。特种油墨躲在美国人的仓库里，没有丹佛的批条，谁都无法运出来。如果贸然对杰克为丹佛下手，很可能惊动美国政府，这对我们的金钱豹计划乃至整个大东亚生产计划都会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那怎么办呢？这个家伙可是坐地起价，我们不能由着他开价吧？答应他出的价格和一切要求。爸爸，你疯了吗？以财力 CPA 不如我们宽裕，以手段 CPA 更不如我们，何况还有你这个内应在。只要油墨运出美国人的仓库，丹佛和杰克就没用了。如今你只需要安抚好杰克，催促丹佛运出油墨，条件什么的反正不会兑现，乐得做做口水人情。可是 CPA 方面对杰克的布控怎么办？随他们去弄，他们比我们顾忌更多，不敢动用非常手段。你只需要小心，不要被他们发现，你才是真正的联络人就行啊。嗨，谢谢爸爸，我一定会更加努力的。谢谢啊，再过两天就是那个特别的日子了。是啊，爸爸，就在那天我被爸爸救起，这一晃都这么多年过去了。女儿啊，等到金钱豹计划成功，我就带你回到日本去，远离这个曾经害死你双亲的国度。到那里，你会成为我真正的女儿，成为严谨家的千金。与销售员 Jack 狼狈为奸，倒卖特种油墨后因分赃不均发生火拼，主管丹佛被杀，销售员 Jack 失踪至今在逃。您看这个理由好不好啊？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我没看见，我什么都没看见。爸爸常说死人才是最可惜。
经理，哎，柯明，法租界那边情况怎么样？我勘察过现场了，应该就是日本人与丹凤的交易地点。糟糕，还是晚了一步。不不不，日本人应该没有得到油墨。你怎么知道？通过现场的残留痕迹来看，两辆卡车应该是满载油墨的卡车。我今天早上去美食油墨公司的仓库调查过，他们说丹凤就在今天早上提走了满满两卡车的特种油墨。会不会是日本人故意布置的一阵？不可能，他们没必要自找麻烦。其次，我找到了这个步枪的弹壳。对，从狙击的位置、距离还有武装手法来看，应该是我们亲爱的露露小姐。露露小姐，哎呀，我就知道露露是我们的福将啊。哎，露露怎么没来？应该跟这个有关系。这是在爆炸现场的卡车残骸附近发现的。露露姐，你怎么会在这儿？你不是在待命吗？又跑哪儿去疯玩了？瞧瞧你，弄得这么邋遢，可不像平常的你啊。没什么，遇到些麻烦。赶快洗个澡，换件衣服。今天可是你的生日啊，露露姐，别磨蹭了，赶快去洗澡。洗澡的时候别拿着枪。3月12日，对露露节有什么特殊的意义？3月12日，是我失去双亲的日子。3月12日，也是我失去妹妹的日子。3月12日，也是我重生的日子。从10年前的3月12日开始，我就把我的生日放在了今天。自从你被日本特务抓走以后，我就一直在找你，想要救出你，没想到你却一直在我身边，而且还成了严井的养女，被日本人当作鼹鼠安插在 CPA。 对，我是严井的养女，我也承认我进入 CPA 是另有目的，但是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报仇。报仇？你报什么仇？日本人才是我们的仇人。你胡说，我们的仇人是华侨爱国会。那是严井在骗你。10年前没有 CPA， 杀死我们父母的是日本人。不可能，是严井大佐救了我，但
本尼要不是他收养我，我可能早就被那帮南洋强盗给杀了。我不许你污蔑他。小小，你不要再喊那个名字了。叫小小的女孩十年前就已经死了，如今的我是回来复仇的西西。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在找你。如果你真的是我姐姐，你就应该跟我一起去报仇，而不是站在这里指责我。正因为我是你的姐姐，我才不能看着你认贼作父，一步一步的错下去。小小，你知道吗？为了你所谓的复仇，我们有多少同胞命丧敌手？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只知道我要报仇。阻止我的人都得死。那你就开枪吧。制住他，趁他不注意，到时候袭击他的腹部，趁机把刀抢过来。姐妹，可如果你还为日本人做事情，我们就只能是敌人。
西西，你要的证据我找到了。我说过下次见面就是你的死期。严井不仅只有你一个女儿，除了你之外他还有25个孩子，这些事情你都知道吗？这回你又编什么故事？我没有编，严井其他的孩子都已经死了，下一个就是你。证据呢？证据在哪儿？就在这里。爸爸是从来不会把重要的东西留在这儿的。我想你根本就不知道严井在这里有密室吧。不可，你别在那心里说。
地区已经出现了通货膨胀的苗头，我已经向政府立了军令状，一周为限，在这一周之内无论如何要找到伪钞厂的源头。一周？就一周。如果一周之内再找不到伪钞厂的源头，你我还有 CPA 的所有人统统给我辞职回家。请。先生你好。哎，您好，请问您是取物还是开柜？这是我祖母留给我的，是你们东亚银行私人保管线的钥匙。那请问您现在是要开柜吗？嗯，可惜我不知道保管箱的号码了。没关系的，小姐，拥有我们东亚银行私人保管箱的用户，我们都保存有详细的资料，只要您为我们提供户主的姓名和资料，我们就可以马上为您查出来。哦，这么方便啊。是的，请问您现在是要登记办理吗？嗯，算了吧，也许保管箱的号码就在祖母的遗嘱里呢，我下次再来吧。没事，谢谢你啊。您慢走。嗯。经理，刚刚那位小姐是来办理业务的。是的，不过很奇怪，她有我们保管箱的钥匙，却不知道柜号。露露小姐，你私自离开了坚守岗位，是不是发现了什么东西？你走了以后，我发现码头来了一批人在搬运东西，我就顺着他们跟了上去，没想到我真的发现了伪钞工厂的位置。哼，说明我李克明推断的一点也没有错。知道吗，我已经确认了，码头上那些货物的确是印钞纸。哎，我给你送来的纸里面，你的化验报告上说75%是棉，25%是亚麻，这什么意思？李少爷，这纸只有一种用途，印钞。我也带来了重大发现。这是私人保管箱的钥匙。哪家银行的？东亚银行。这是我在严谨办公室里发现的，它藏得非常隐蔽。严谨花心思不把它藏在日军保管库，反而藏在东亚银行。我怀疑这很有可能是那块真法币模板。你怎么不取出来啊？我只找到这把钥匙，不知道保管箱的号码。不过我已经想了办法了，等我好消息吧。观察一下他们。来，抬上去，快点。怎么有日本宪兵？快点，小把劲儿，抬上去。我白天来的时候只有日特，没有日本宪兵啊。这个地方我以前调查过，在它背后就是一片废弃的工厂。看来日本人已经把废旧厂房改造成了伪钞工厂。要不要进到里面去侦查一下？不，他们人太多，不要冒这个险。今天的任务就是确认位置。走。日本人为了保守秘密，将伪钞厂周围的老百姓全都迁走了，这样对我们是有利的。只要我们控制好炸点，污染物就不会流进黄浦江。站长，我建议在这几个地方安装炸弹比较好。你看，这儿、这儿，还有这儿。嗯，干得漂亮，露露，我果然没有看错你。都是我应该做的。嗯，不教还不造，不枉我平日对你的栽培。印钞厂的位置还有谁知道？我查清后第一时间向你报告。好，公司除你我之外，不要再告诉任何人。位置确定就好，爆破的事情暂时先缓一缓。经理，你看清楚了，印钞厂的位置在租界范围内，我必须先通过南京把租界里的关系都打点好，才可以做决定。你做好准备，等待我的命令。是。
的动作倒是很快，这让发现了我们的印钞厂，有你这样的敌人，我感到非常荣幸。因为我有最好的手下。确实如此，不过他们的领导却要让他们的心血白费了。不要生气了，我们的合作是两利的。合作应该说要挟更准确些吧。随便你怎么想，我只需要你设法保住印钞厂。那不可能，以我的权限只能把这件事压下来，能压多久我也没数，而且已经有人怀疑调查20年前的事了，有人在调查我。与我们大日本帝国合作少不了你的好处。你应该清楚，只要我把20年前的那些事抖了出来，结果会怎么样呢？我的孩子，你有什么困惑？伪钞工厂的位置已经确认，只是桂海清突然延缓了破坏行动。我推测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可能被日本人要挟了，也有可能他是利用这件事情和国民政府进行交涉。不管是他私人还是国民党的问题，破坏伪钞工厂刻不容缓，关键的时候我们必须担起重任。上级指示立刻毁掉日本人的工厂。小姐，没事吧？我脚扭伤了。来，慢点。原来桂海清与岩井有交易，难怪他要暂缓爆破计划。他对伪钞厂的态度前后判若两人，看来我们最担心的事情也许真的要发生了。你是说岩井知道了桂海清20年前的事情，用此事来威胁他？应该是这样。可是我没有想到的是，桂海清一个 CPA 和国民党都如此器重的人，如此轻易就妥协了。不能再等了，照现在的情况看，他肯定会隐瞒此事，说疏通关系只是他的缓兵之词。看来这次只能靠我们自己了。对，这次我不能和你一起行动了。为什么？别误会，因为从西西掌握的一些内部情报看，日本人很快会发动战争，公司一定会因此受到影响。我接到总公司的紧急召集，商讨公司今后的计划。桂经理也和你一起去？不，公司只通知了我。老桂的政治背景复杂，总公司有些不放心，我想只要他少一点私心，他的政治背景对即将到来的斗争也可以使他大有所为，所以我还是想争取他留在上海。你看，我带来了废弃工厂当年的设计图纸，还有最初的施工建筑图。当初为了节约成本，他们在作业车间地下开了一条直通的排水管道，我认为你可以从这里进入车间，这样可以避免跟门口的守备正面冲突。可是炸药安放的位置还是个难点，我帮不了你。爆破的事情我会解决的，你不用担心。那就好。哥哥哥了。到了。啊。
想到你还会再回来，甚至还通过我们的职员骗到了保管箱的号码。等拿到遗产，我就和哥哥一起远走高飞。那个储物柜的号码是03号，他的保管箱是少见的贵宾级储物柜，在我们银行金库的最深处。我只是来取回不属于严谨的东西，那是中国人的东西。给我上！你先走。把门打开。现在保管室铁门已经关闭，除了行长，就连我也没有开其他的方式。警报已经响了，宪兵队的人很快就会来了，没有机会了。珍惜生命，你永远的白马王子。 CPA 最英俊的男人 Jimmy。 哥哥，你走进去告诉里面一个叫樊露的人，他会安排你的。那你呢？我还有点事情要做，快进去吧，他们会保护你的。你自己小心。对了，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西西。是我的拍档，在这里乖乖的等我回来。Come on.
检查一下。说好四点吗？五十八了，刚刚好。我再也不要和你分开了。好了，没事，我这不是回来了吗？老贵的资料拿到了吗？拿到了。是你啊？不错，是我。你约我来干什么？我来是要告诉你，我们俩的合作已经结束了。我的印钞厂已经被炸掉了，是你的手下干的。我早就告诉过你，我控制不了我的手下，你不听啊。这是你的钱，还给你。把那份材料的原本还我，我们两个就两清了。你还不够清楚吗？你的价值已经没有了。可是我手上的线报，我相信你们大本营的军部应该很感兴趣的。你掌握什么了？你利用奇闻中饱私囊，还有你在东亚银行的存款记录。这就是你的线报。告诉你，那些钱已经转入欧洲银行了。严景，东亚银行的存款记录总不会凭空消失吧？说来我还要感谢你那些不听话的手下，他们刚刚袭击了东亚银行，所有的东西已经都没有了，就算大本营来调查也找不到任何的证据呀。
老板，我严谨家传的世源流刀法在日本也是无敌的，你的结局只能成为我的刀下亡魂。事到如此，中国和日本有什么区别吗？一样吧。动手吧，你还在等什么？最后的准备，圣战马上就要爆发，最后的胜利者必将属于我们大日本帝国。姐姐，严谨交给我了，小心。
小时候一样那么调皮呀、啊。但不愧是我严谨的女儿，青出于蓝。爸爸为你骄傲。却因为无法斩断情丝，最终必会灭亡。